That is Richmond Park, 2020 Street. 站在是昆池村石林楼。
就全車最車免費嘅鐵路就，因為大家都大家一樣穿個免費嘅，咁啊變咗，因為你個區佢嗰個區唔啱啊嘛，咁啊我又係搭九巴，但係要收錢，如果係入團嘅唔好先唔使，但係全車就大嘅就成大嘅減翻，即係如果你坐細嘅冇翻大嘅錢，如果大嘅坐細嘅車唔使錢。我坐廿蚊入村，十蚊嘅水嘅住村，好似好人唔貴。你知唔知我哋有多好多啊？村嗰啲腳面啊，一搭火車，啲十蚊嘅咩逼到路鬼啊！之後禮拜五攞點咁計啊？攞完啲搭火車翻出去，逼死人！因為根本上唔係。我睇嗰個頭車位得呢度啫嘛，個龍位仲鬼少，即係好耐都要新嗰個，只係萬一人都知道，佢又冇嘅，我得呢個位，呢度已經長咗幾耐。是啊，超市見到地方。
我们的乘客需要出示身份证明文件，或者拿出自己的身份证明文件。
生日嗰日入場都有禮物啊！我十三號佢又有禮物啊！你十五號又有禮物。
係啊，一信攞一車信，就喺呢度前少少啊，咁喺呢度行過嚟噶嘛，行好快，所以先得票嘅就係。
講得，下個嘢話，記得注意啊。大弟，我係做錢嘅，記得先啊。邊個手先冇做錢嘅？冇幾真嘅，邊個手先冇做錢嘅？
The next stop is Hoover Street Road. 下一站是五马通道。
The next stop is Taipei City Ferry Bus Terminal. 下一站是九龙城码头总站。